规定要鼓励社区的长者较接触来交朋友，也会当让因的生活更加丰富。溪里乡的大拿社区安排做手工饼和冲泡咖啡的体验课程，除了教大家用优良佮健康的食材来做好食的点心，另外嘛透过各种冲泡咖啡的手法，来给大家熟悉溪里乡的精品咖啡，嘛来试啉国内外咖啡无同款的口感佮特色。社区长辈要活了健康自在，非常踊跃来参加社区所举办的各种的学习课程。这次老师来教大家学烘饼，使用健康的食材，加油加糖。对，咱的用料就是讲，咱的奶油一定要用天然的奶油。哦，啊，我今日甲你用这牌叫做安佳，啊，当然，但是咱是食较少嘞，吼、哦，食较少。啊，今日做的这物件，你看，你若感觉伤甜，迄糖分你就会使减一寡。在老师的指导之下，社区长辈倒卡手软米粉，然后叠成饼形，最后放入去烘炉一段时间就完成。大家做伙来品尝伊的口味。那个饼食起来先看，真香，真好食，酥酥。嗯，啊，你家己做嘛？哈？你家己做会晓做无？未晓呢，未晓，啊，唔知要来学。要学啊吼，啊，你较想要学倒一款呢？我较爱做蛋糕。啥啦？因为蛋糕吼较有路用，因为阮若初一十五神明生拜拜，阮家己哦足诚意做来去拜拜。除了做饼、烘饼以外，社区嘛有安排冲泡咖啡的体验。社区理事长使用无同款的方法来冲泡咖啡，介绍在地咖啡的特色。那我在礼拜二下午哈，那也以这个介绍咖啡的各种冲泡，像虹吸式手冲，然后我也准备了很多种，啊，就我们总干事孙永维哈，他也提供了很多进口的吧，包括他自产的这种各种咖啡、各种的烘焙度哈。社区提供真侪种的咖啡豆，利用无同款的冲煮方法，和大家来品尝无同款的咖啡滋味。诶，吼，甲咱台湾豆啊无同款，啊。啊，所以回甘度吼、哦，比我们台湾的比较没有回甘度。啊，有啊，食了有下味。有下味吼、哦嗯，有香无？有啊。有哦，啊，伊安尼酸酸啉袂下吼。会下。溪底乡的老人人口比例真高，社区鼓励长辈走入人群，学习各种的课程，充实因的生活，让因促进健康，防止老化甲失智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